十大弟子，释迦佛的十位大弟子，即舍利弗智慧第一，目犍连神通第一，须菩提解空第一，阿难陀多闻第一，优波离持戒第一，阿那律天眼第一，大迦叶头陀第一，富楼那说法第一，迦瞻言论义第一，罗木星号猴罗密行第一，十部二门，色心部二门，内外部二门，修正部二门，因果部二门，染净部二门，依正部二门，自他部二门，三业部二门，犬食部二门，受润部二门。十部二门，术语今昔尊者是法华玄义所名之本基十妙，历十种部二门，归结之于一念之心，以示观法大纲，发其深意。今以其本基十妙与部二门之相涉列之。一、色心有形执爱之法而无知觉之用者，名为色；无形执而有知觉缘虑之用者，名为心。二、内外众生诸佛及依报名为外，为自己之心法名为内。三、修正修治造作之功，名为修；本有不改之体，名为正。四、因果能生之行，名为因；所生之德，名为果。五、染净无名之用，名为染；法性之用，名为净。六、依正，此为依正之二报，众生所依之国土资具，名为依报；能依之心生，名为正报。七、自他，此就三法而论。佛法众生法名为他，心法名为自。八、三业，身之发动名为身业，口之发动名为口业，意之发动名为意业。九、权识九界七方便之法名为权。佛界原识之法名为识。十、受论，此从欲之名也，受及领纳，三草二木藏通别圆五圣之机，名为能受。论及瞻论，如来所说前四十三教之法如云之助语，名为能论。此时门皆名为不二者，盖法华以前四十三教所谈之色心等，一一隔异，是名为二。至法华而四十三教所谈偏权之法，皆是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平等亦如，为中之一法，无隔力不容之法，故总名为不二也。初时不二门。From 佛学大辞典。